1月29日，张靓颖在自己微博回应了特写吓一跳一事，表示想起当时跟灯光摄影说越阴森越恐怖越好，现在发现原来还真的挺恐怖，被自己吓死了，十分搞笑。据悉，近日有网友晒出一段张靓颖表演现场的视频，视频中张靓颖躺在舞台上，灯光阴森，看起来有些恐怖，随即引发热议。妈呀，张靓颖！非凡娱乐实时报道哦。